药是比较好转的，就是一丁点的时候，假如我们只用到这两根琴弦，时间伴奏时间充足的话，那我们是挪琴码。那如果伴奏没有说就是给你很长的时间做准备的话，那就不挪。那么怎么办呢？就像我刚刚一样，你直接概念上面转过来，就把现在琴弦全部当成是什么呀？全部当成是 G 调。那么咪跑这儿了，咪嗦嗦啦嗦，来嗦嗦嗦嗦，哆来咪，哆来咪哆。那遇到哆的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就需要去按弦，就需要按弦啊。节日快乐啊！好，我一会儿要把中间那个看一下。不用弹得这么复杂，那个主旋律咪嗦咪咪咪来来哆嗦啊，其实也就是说中间古筝 solo 的那段我们就不要管它，你还是弹我们前面的旋律就好了啊。一会儿再跟大家说，我们再听一下伴奏，我要把伴奏弹熟一点、啊、开始了，马上开始，能听到伴奏也能听到我弹的吧。是不是？哎呀，这个我手机里头，自己手机里头的啊，后面很复杂。然后其实就这么点旋律了，就这么点旋律。然后中 solo 的那个地方，我们弹两遍，从那个咪嗦开始接，咪嗦咪咪咪来来哆嗦。也就是说，我们要把94页啊，大家拿到谱子94页的第四行第二小节的咪嗦啊，不是咪嗦。有米骚，书上 solo 那有米骚，那就是第三小节的咪这一段，然后一直到米骚咪哒哒哒哒滴哒哒滴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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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哒哒，好，一直到这是第四行、第五行，一直到第六行的第二小节结束，啊。第四行的第三小节一直到第六行第二小节结束啊，这三行弹两遍，在中 solo 的地方，在95页的从95页的第几行呀，第二行第三小节啊，把刚刚我圈出来的这个地方挪到这儿来就好了，弹两遍就
可以了啊。树上的那个我都看不懂。这个 solo 应该是这个改编的这个老师他自己写的谱子，他自己即兴的一个状态啊，没有书，我也不知道这是哪本书。这个是昨天晚上是一位是我们的悠悠米同学给我们那个奉献的曲谱。我好像没有，也有可能我之前有，但是我也见过这个谱子啊。好，就这么改谱子啊，我们先拿到谱子改谱子，怎么简单怎么来，怎么好听怎么来啊。来，前面都单音，特别简单啊。四拍就直接把句子给它收掉，然后后面连线的那个一二三三拍的连线音我们全给它变成空拍，变成空拍啊，你不要摇那么长，一定要注意断句，一定要注意断句。我们再来前面四句啊，第一句上手不要，好多学生啊，好多同学啊，就特别喜欢第一句一上来先加一个大瓜就再说。曲谱在哪里？曲谱在群里头，不能说群，这边也开着呢啊。嗯，好，来，我们从刚开始的地方直接单音进，不要旋律，不要加瓜奏的进啊，全单音。咪嗦嗦啦，咪嗦嗦，都是抹拖抹拖，对吧？咪嗦嗦嗦，注意句尾弱啊，瓜奏。花指短短来嗦嗦嗦，好，短到什么程度呢啊，我就从拉开始刮的，拉嗦咪来啊，从拉嗦咪来开始接，所有的刮奏全是这么短就好了，好不好啊。再来一次，第一句咪嗦嗦嗦嗦，弱音花指短，嗦嗦嗦嗦，弱二，哆来咪哆。好，注意这一句弱起渐强，哆来咪哆拉长咪，嗦弱起，二三渐强，四突弱收，四突弱收啊！注意，也就是它没有特别，它是很大的一个起伏，你不要。给它战线拉的就是渐强，特别强啊。看这一句哆来弱起，哆来咪哆，不要弹成四个音长得一模一样啊，不行，弱起哆来咪哆拉颤咪，弱起二三，看到吗，我三是突然渐强起来的，突然推起来的啊，所以嗦一直是弱的，弱多一点，弱多强少，嗦二三立马渐强起来，四突弱收，听懂了吗？往下接，哆哆哆哆的上滑音，花指短，拉哆哆哆来哆，二拉弱下去，嗦嗦。滑，不要滑早，不要弹成，这是上滑早了，我们一定要保证我们的谁呀，右手先弹了之后左手再上滑，嗦嗦咪来颤抖啊，或者是单音来是必须要颤的，都弱下去，二
接下一段咪嗦咪的这个旋律啊。清楚了吗？前面四句啊，前面四句我们再来一次跟伴奏啊。谱子上有前奏 ，so re mi 二 ，do si so re mi 二 ，mi re re do mi do la do re so mi re do 二三进 mi so 旋律，弱起渐强。加油，赶紧加入到我们的队伍来啊！好，看第二段，前面四句没有问题了吧？前面都是单音啊，我相信大家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其实难度不大，但没发现它跟伴奏难，为什么呢？因为它速度很快，它的速度真的是蛮快的啊。所以，虽然是单音，大家一定要把速度调整好，因为它前面都是哒滴哒哒滴，给人的感觉好像很慢。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吹奏乐，是不是啊？它前面是萨克斯风，或者是那个黑管的声音，所以感觉上面都是长线条，会拉，就是，会拖慢拍子的感觉。但是人家实际的拍点跟前后速度是一致的，所以一上来咱们都是单音，旋律线要清晰一些，拍子显得要快一些啊。所以前面是。哆西嗦瑞咪前奏二，哆西嗦瑞咪二，咪瑞瑞哆啦嗦咪哆啦嗦瑞嗦咪瑞哆，二三四这些都是不弹的，啊，这些都是不弹的，是前奏啊，这些是前奏，六行第一小节没懂，六行一二三四五六。一二三四五六还没讲到呢啊，还没讲到第六行，才刚讲了前面四句，才讲到第四行的那个摇指刀结束啊。等一下，第六行第一小节上面有一个大字啊，其实大字是大字是什么意思呢？大字是用双按，但是咱们处理的时候就用不上啊，用不上这么高难度的技巧。我按书上弹一下啊，书上如果你碰到这种的，我告诉你怎么弹，它是，它为什么要用大指呢？因为它那个咪是 re 上滑出来的，所以它需要大指去做上滑音。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中指要去按谁呀？提前去按好西，来不及啊！再跑到西这儿去来不及，所以需要借助大指的，单手指去上滑。这里能不能听清楚？就是大家在问我那个大字的地方。为难就是弹流行曲的大家啊，有点为难弹流行曲的大家啊。拉前面有一个下滑音，有一个上滑音，这叫向上的一个箭头，这叫向上的箭头。
我们不加那个向上的箭头啊。有时候就是说谱子虽然在我们面前，但是其实谱面上也是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的。这个向上的箭头其实我也不理解它为什么要放在这儿。如果是向上的箭头，正常情况下它是上滑音啊，但是很明显如果你加个上滑音，它的旋律是有改变的，所以咱是不加这个上滑音的，清楚了吗？你就当它没有啊，你就当它没有。好，我们再来啊，前四句主旋律，前四句啊，前四句啊，我觉得不好听啊，我个人觉得不好听，就我不习惯这样的旋律，你就弹单音是最好听的。啊，这么去弹还是可以的啊，前面有很多这个挂肚上面带上滑的，我也不知道它为什么。下滑音有点腻啊，有点腻，也不是不好听，就是有点腻啊。好，我们来再来啊，第一段前四句听一下，能跟上的同学一起弹。再连上，我没有看到你的信息呀，没有信息呀，对不对？这儿卡吗？都很卡吗？那怎么办？现在好了吗？现在好着没？这边不卡。现在不卡，好，我们再来。好，看啊，就咪嗦咪，你看这是咱们最喜欢听的旋律，是不是主旋律副歌部分了？这儿倒不难啊，你要注意的就是什么呀？所有的摇指，不要一上来全是强的，咪嗦弱起，咪，慢慢往出带，慢慢往出引的状态，千万不要直接上来。摇指一定要有控制力啊，摇指一定要有控制力，咪嗦弱起，咪二三咪，不要多。还是我说的那一句话啊，遇到附点的摇指的时候，不要把它摇得那么满，我们摇一拍半就好了。咪嗦咪二收咪咪瑞瑞哆嗦，那你看我上手的时候，你听摇指是弱起，是蹭弦，而不是很实在的，不是一上来就是这样的实的声音，听到了吗？我是侧面出弦，弱二三收，明白吗？你唯一
就是需要注意的就是这么一点点问题啊，就是这么一点点问题，好不好？所以注意所有的摇指，一拍半的我们只摇，一拍附点的时候收啊。咪嗦咪收咪咪瑞瑞哆嗦唧，二三，你看我啊，骚有三拍，但是我第三拍就摇指就已经渐弱收掉了，听懂了吗？有两个箭头怎么弹？哪一两个箭头？第几个？第几行？第几小节？这么去说啊？来看，咪嗦弱，收咪咪来来哆，嗦二三收摇指。第三拍，你看我是不是收掉了？绝对不要嗦二三。不要把它接和下一个音重叠上，注意句子从容的温柔的，是不是95页第二行第三小节，95页第二行第三小节有一个箭头是上滑音，骚的上滑音。好喜欢吴老师的课，谢谢。骚的上滑音听到没？一会儿啊，一会儿再说，因为后头还有，后头有跟他长得一样的啊。再看，咪嗦咪收咪咪瑞瑞哆嗦，二三收摇指，往下接咪嗦哆收哆哆啦啦，咪二三，你看他很平静的。这种慢慢的缓缓的给一个很小的一个渐强就行了啊，就不要太就是去控制，哎呀突强，然后强到特别强，然后弱到特别弱，咱不是在弹专业曲，还是尽可能的跟着他原曲的这个情绪去走啊，但情绪波动其实不是很大，就大家听他听到旋律上面好像咪嗦哆啊，不是咪嗦咪咪咪瑞瑞哆嗦咪嗦咪，有8度的这样一个跨度，但是情绪上它是有铺垫的，一点点上去的，它不是哒哒哒，不要一下子直接冒出来，好不好？所以弱起咪嗦咪咪嗦二咪。小指咪嗦弱唧哆哆啦啦嗦咪二三收掉，注意句子断句，往下接咪嗦，然后第二个咪出现的咪嗦咪跟前面是不是重叠的？那我们给一点点变化，变成哎，我在弹的时候就是从 re 上面。带出来一个小滑音，咪嗦瑞咪，所以大家可以借鉴啊，大家可以借鉴，你也可以按谱子弹，没有问题的。然后，如果你觉得我的这样子的处理好听，你也可以加一个小滑音，咪嗦瑞咪二，咪咪瑞瑞哆，拉弱起二，三收，然后刮奏直接接喇刀，没有那个箭头，箭头去掉。拉到瑞瑞啊，如果大家觉得改谱子很麻烦，那你按谱子弹，但谱子上面这个是有点难度的啊，可以看这句拉到瑞二三咪瑞瑞咪啊，那个第一个瑞单弹，第二个咪是瑞上面按出来的，用大指上滑，所以头顶上写了一个大，这就是大的意思，大就是大指按弦啊，大指按弦。那么可能还是有一部分同学做不到啊，大指按弦，就是我当时在学的时候老师教的是隔过假指甲，隔过假指甲，然后用肉纯肉指的这个就是指肚的位置
按弦。但是我试过很多次，我老师是那么按的，我试了很多次，但是我觉得我做不到，我觉得有点难。然后也就是说，如果我隔过假指甲，隔过大拇指的假指甲按弦的话，嗯，那相当于是在大拇指的右侧，大拇指的右侧的位置去按弦。但是我自己改良了之后，我就用大拇指的左侧去按弦，然后属于半假半肉，一半指甲一半肉的去按弦。啊，你看我啊，啊，我给大家按一个印子看一下，看得到吗？看得到吗？就是我是用这个位置这一溜啊，半假半肉去按的琴弦啊，我是用这一溜半假半肉按的琴弦啊，也不打滑，好多曲子我都这么弹啊，好多曲子我都没有这么，对，有点侧着按的感觉，有点侧着按。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不要这，就是大拇指的这个指甲，就是不要这么直着这么钻过去，这么去按，这样子我觉得太痛苦了。我的半假半肉不是说我自己的手指头手指甲，而是大拇指的这个假指甲啊，压在底下，你看看到了没，看我的手型，其实我大指相当于是平着躺在上头的。但是有一些同学就是这个关节还有第二个，因为我的这个第二关节就很软，你看到了没，也能看到吧，就是它特别软，它就是随便一压它就弯了，就直接进去了，对不对？所以但是好多同学是硬着的，就是这儿是绷着的，就是会比较疼，可能就是你这个关节比较硬的情况下，可能用大拇指的，就隔过假指甲用大拇指的右侧按会舒服一些，会舒服一些。如果你跟我是同样的情况，就是大拇指的这一关节是特别软的这种情况，那么我建议大家啊，用我的这种方式，啊，这个方式我弹了很多曲子，像弹《夜深沉》呀，嗯，《夜深沉》里头的双按，还有那个《打虎上山》里头的双按，嗯，等等很多很多曲子，难度技巧特别大的这种双按，我用它都没有问题啊，也没有翻过车啊，我觉得挺好的，大家都可以试一下啊。老师，大指按咪有一点点回滑音，怎么处理？大指不是按咪，大指按的是 re 的上滑音啊，大指按的是双 re 的上滑音。来看，啊，这个其实，所以说为什么我刚开始给大家讲的时候，我就不想按照这个上面讲，这个对于部分同学来说，它其实是还是蛮难的啊，蛮难的。那么，如果你的级别还比较低，那其实真的我不建议用这个双按的这个技巧，这个是有难度的。正常我们遇到双按的时候都到七级了，秦桑曲当中才会遇到双按，之前咱们都没有遇到过双按。所以你自己也可以衡量一下，如果你的级别已经到七级了，那你可以用双按试试。如果可能还在初级阶段，那我真的不建议大家用这个技巧啊。好，因为为什么呢，不光是双按的技巧，还有滑音的问题，对不对？ right right， 你看我大指在按的时候，但是我的食指中指无名指就正常的按弦的这个手我已经放在膝上了，只是没使劲啊。然后看到没，大指保持住别放，食指贴好，全力以赴的，就是你要按的时候，要按下面的吸的时候，你千万不要两个手都同时去使劲儿。我按大指的时候，我中指是不使劲儿的。然后我去按吸的时候，我一定要全力以赴的去把它放掉，看到，然后直接去按吸，你不要两个啊 ，re 的上滑也没保持好，吸也没有按好，明白没？刚刚是用假片面按的大拇指吗？你看我刚刚正在讲这个问题啊。我们说两种类型，等一下啊。大指假指甲卡在 re 上面还是 re 下面？好，我刚刚讲了两种，就大家都没有听到是不是？就是这个双按它有两种方法，就是我当时在学的时候老师讲的是
就是琴弦是在甲片的上方，这个能不能理解？就是琴弦是在甲片上头的，我学的时候是这样子的，但是对于我这种就是骨骼特别软的学生来说啊，就是这个特别难，我就觉得特别难。然后但是对于就是大家这个关节自己可以试啊，这个关节按下去不是像我一样软到已经弯掉的这种情况下，那你就可以用我刚刚说的这种方法，就是隔过甲指甲，手指头是隔甲琴弦是隔过甲指甲，用你自己的肉指肚，纯肉指肚去按弦啊。那么如果跟我一样是手指头比较软的这种同学，那么我建议啊，大家直接用半甲半肉，就是用我们的大拇指的左侧，你把它大拇指啊，就是朝前啊，像我这个方向，然后它的左边去按弦，明白吗？老师手指好软呀。是，我的手指是非常的软，对，所以就是两种方法啊，跟我一样的大家都是这种，就是都比手指头比较软的这种情况下，那你用我的这个方法真的是很好用。但是你看这个小关节可以凹进去，但是唯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关节根关节大家必须给它凹出来弹啊、必须给它凸出来弹，好吧。然后还有一个双按的问题，双按在按琴弦的时候，大家不要把大指按的这个位置和你食指再去按吸的这个位置捏在一起，看到了吗？手捏在一起，一定要拧开一些，打开一点，就是大指在右边，然后食指和中指在左边，它俩拧开，就你从前面往后看的时候，绝对不是这么对齐着按，根本使不上劲儿。然后好多同学，就是我们在教学的时候发现，好多同学这个关节按弦的时候，这个关节就凹进去了。我觉得这个关节你得想办法让它出来，啊，出来了按弦才不会打滑，啊，才不会打滑，好吧？好，就这样啊。这个地方大家能清楚了吗？这是按弦的问题。那么这是谱面上面的内容。那么我们在讲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在弹的时候可以这样。拉到瑞二三瑞单音，然后瑞咪直接弹瑞咪西拉嗦，就不用那么麻烦了啊。拉到瑞，拉到瑞二三咪瑞咪西拉嗦啊，你就直接弹书上的音儿就行了，就把那个大指和那个 re 的上滑音给它撤掉就可以了，能不能理解啊？好，再看啊，第二段 mi so re 起 mi mi re re do so 啊，三收调 mi so do 二三收 do la la so 啊，三弱收 mi so。大家能改就改，你改不了的也没关系啊。咪嗦瑞咪，把瑞上滑到咪，食指弹瑞的母，慢速上滑，摇指若即渐强，摇指瑞咪啊，不是说不要左手上滑完了再去接摇指啊，一定要同时进行，慢上滑若摇指。记住了吗？瑞咪咪咪瑞瑞哆，拉拉若起二。晚上知道吗？晚上没有直播。咪咪瑞瑞哆拉二三，收掉摇指啊。拉哆嗦二收，咪瑞咪，直接弹摩托二三。还原息，先弹后唱，并且颤音的幅度一定要极致的小。
句子里头我们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吸可以不颤，但是拉是必颤的，不管你吸颤不颤，你的拉都要必须颤啊，它的味道在拉上面啊。好，然后往下接的这一段伴奏特别安静，所以我们在弹的时候不要太躁，尽可能弹单旋律咪嗦嗦。我们弹咪嗦嗦拉嗦跟前面变换一下好不好，咪嗦嗦拉嗦二，来嗦嗦拉嗦二，哆瑞咪技法结束了啊，技法结束了，咱们看一下，连起来弹一下啊，连起来弹一下。必须保持住到弹息，大致按住，总有滑音。对呀，它必须按住的，是必须按住。啊，弹息的时候瞬间放，放的时候要特别快啊，上的放的时候要特别快。好，再来，再来吧，再来完了之后我们往后走啊，往后走。把伴奏听熟，因为伴奏的那个主旋律不清晰啊，所以大家别着急，还没到。二三走，一定要从容。
四行第三小节的地方开始弹两遍啊。不用管它，然后干什么呢？后面刚刚我说弹两遍的那个地方，大家现在找到了没有？你就把第二页的第二行咪的摇指开始啊，一直圈到第二行、第三行、第四行、第五行、第六行，一直到第二页的第六行第二小节结束，中间这一部分全部给它圈掉，不要。然后找替换音，替换音是谁呢？替换到哪一句啊？第一页的主旋律部分啊，这个不，这个旋律大家很熟啊，女人花哒哒哒哒哒，就这段旋律，咪嗦咪咪咪瑞瑞哆嗦，就是刚刚这一句弹两遍啊，也就是第一遍出现这个旋律的时候，总共几行？一二三，三行，把第一页的那三行旋律穿插到这儿来啊，穿插到我刚刚说的第二页征 solo 这个地方，第二页的第二行第三小节一直到第六行的第二小节结束，中间这一段给它改成前面，清楚了吗？啊，曲谱在群里已经发了啊。好，我们再听一下后面伴奏啊。我这样，我唱一下谱子，从头我唱一下谱子，大家就知道了啊，听一下。Thank you.
个刀转 G 的地方，就是我刚弹的这一段啊，刚弹的这一段就是刀需要转 G 的地方啊。你们要是实在记不住，那可能就自己要手写一下吧。把我刚刚说的第一行第四小节啊，第一行第四第一页第四行第三小节开始的这一段内容，你要把它填一下啊，填在我们刚刚第二页的第二行第三小节的地方，听清楚了吗？啊，把这一段弹，总共弹两遍，两遍之后也是四拍结束，是不是？四拍结束之后，再空四拍，空四拍是人家旋律转调的地方，然后我们再接，我们再接后面转调的内容，咪嗦嗦拉嗦，清楚了吗？就前面没转调之前的这一部分哪儿？哪儿哪儿从哪儿弹到哪儿，这里清楚了吗？清楚了啊，我们就该转讲转调的地方了啊。好多同学都迷糊在这个转调的地方啊。来，我们再看，你再看一遍啊，我再给大家从头啊。你需要录屏的，你就自己录一下屏。我现在是从头到尾的弹，我现在是从头到尾的弹啊，不是说只弹刚刚那点旋律了啊，听一下。因为我就是我不是唱歌的，所以我唱的不好啊，我可以弹啊，我只能大概的把谱子给大家跟念一遍一样啊，太低了我低不下去。Thank you.
啊，为什么还没明白？好，我们这样，曲子分为两个段落，这个能听出来段落的同学，有没有能听出来段落的同学，或者是有听不出来段落的同学吗？就不知道哪一段到哪一段，谁和谁是一段。这咱们刚刚其实就是按段落讲的，第一段我们把它叫 A 段，好不好？你自己拿起笔啊，写个 A 在哪儿呢？第二行的第二小节旁边写一个 A 啊。对，你看都能，没有双按就不要去弹双按，双按刚刚这个技巧我们讲过了，等会儿我们再说。我们先把不会的同学，把这个段落还不知道从哪儿弹到哪儿的同学，我们先说一下，好不好？先说一下这个问题。我们的 A 段先找一下啊，是第二行的第二小节开始是 A 段，然后一直到哪儿呢？一直到我们第四行，第四行的第一小节到结束是 A 段结束，清楚了吗？这个能不能清楚？ A 段结束了之后，然后我们找 B 段， B 段在哪？那就是挨着的这个小节，是不是第四行的第二小节开始，这就是 B 段。然后你拿起来你的笔写个 B， 写个 B， 懂了吗？ B 段一直到哪儿呢？ B 段一直到第四五六，第六行的第二小节结束，这是 B 段结束。 B 段之后这段我们把它变成叫 A1 段，行吗？叫 A1 段。好，那么现在 AB 段， AB 段已经知道了，其实它就两段，就是 A 段和 B 段，然后一直在重复，对不对？好，我们要反复的是 B 段， B 段啊， B 段这个地方你记住了。然后我们往后找二胡的旋律，二胡的旋律总共也就一行半，对不对？到第二页的第二行征 solo， 看到这几个字了吗？第二页的第二行结束那儿有一刀，三拍结束之后有一个 mi sol mi， 是不是？这个地方就是 B 段需要反复的地方，清楚了吗？而且是需要反复两遍。你就把前面的这个 B 段的地方挪到征 solo 底下，正底下反复两遍，自己记住它弹两遍就可以了。清楚了吗？两遍之后空就是刀转到第几行了啊？两遍之后就直接到了倒数第四行的第三小节的空空空空，有一个空四拍转调空四拍的地方，你给人家把拍子空出来，就该接下一段了啊。我们刚刚有 A1 段，是不是 A1 段已经出现了？那么转调之后的这个段落我们叫什么呀？我们给它叫成 C 段，啊，我们自己给它起名叫 C 段。其实它应该叫什么呀？啊，它应该因为是第三次出现了，它应该是前面是 B 段，然后这是 B 段，啊，这是 B 一，然后再往这儿的时候，它应该是 B 二段，是不是 ？B 二段。但是为了体现它和其他段落的不一样，我们把它叫 C 段，好不好？C 段就是转调之后的这个段落叫 C 段。现在能不能听清楚？现在能不能明白梦想天空？这个必须要清楚的。然后清楚了之后，都清楚了吧？都清楚之后我们来讲后面的转调，刀转 G 调。刀转 G 调真的很简单，为什么呢？我刚刚说啊，你要首先当然你得认识 G 调，你必须得认识 G 调的啊。 G 调的话，我们绿色琴弦唱 Re， 绿色琴弦前面这个是刀，后面的是咪。那么我们这个叫概念转调，就不实际性的去转调，不实际性的去把某个音升高。概念转调就是你在你的概念当中只需要把琴弦重新认一遍就行了。那么刚刚说了，绿色琴弦从 D 调的刀，现在重新唱他唱 G 调的 Re， 是不是？那咪也换位置了，本来的咪嗦咪，对不对？咪是绿色琴弦前面的音儿，我们现在的咪变成绿色琴弦后面的音儿了，没变成啊咪嗦嗦拉嗦，是不是？咪嗦嗦拉嗦，咪嗦嗦拉嗦，换位置了。
那这个坠掉没学的同学，那对你们来说是难的啊，是特别难的。这个你咪正常你的概念是在这儿的，结果它错位了，换了一个位置，这个对于没有学过这条的同学来说是难的。所以如果没有学过这条的同学，那你卡住，你弹到刚刚咱们说那个 B 调反复 B 段反复之前结束就可以了，好不好？然后后面如果你有那个有继续往后学习，有学了这条之后，你再来理解这一段就明白了，好吧？不是，就是可能对这个歌曲不是特别熟，或者是对这个段落的这个概念不是特别熟，就是可能没有老师这么跟你讲过段落呀什么句子呀，所以就会有点糊涂，是不是？好，然后我们说概念转调，我们现在就当我们没有动任何的琴弦，但是我们就当现在的咪，现在的绿色琴弦是 re， 现在的绿色琴弦后面的这个音是咪，那么旋律是咪嗦嗦拉嗦，是不是 re 嗦嗦拉嗦，这都能弹。然后变成哆来咪哆，那遇到哆怎么办呢？哎，你发现这个，如果它是咪，它是瑞，那这个应该是哆啊。但是你听起来它不是哆，怎么办呀？我们如果正常要转 G 调的话，是不是要将咪这根琴弦升高半个音啊？那么现在我们就不需要动琴码，因为时间很紧，它中间就四拍，没有时间。然后拿扳手去再去转也来不及。那么我们就概念。用手去按出这个琴弦就行了，你变成就把这个音升高半个音，升高半个音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咪按到发，你就当这个音啊，把它按到发的这个力度就可以了，然后它听起来就是哆的音高，变成哆来咪哆来咪哆，高音这个哆你也得按，所以速度非常快啊，哆来咪。跟前面旋律一样，但整体又高了，色彩又不一样了，这是概念转调。这个大家能不能理解？这个转调这个地方能不能理解？啊，咪嗦嗦拉嗦二，来嗦嗦拉嗦二，哆是左手按出来的，按咪那根琴弦升高半个音，哆来咪哆，高音哆是高音的咪按出来的，哆来。反正你遇到刀的时候你就去按咪就可以了，听清楚了吗？能不能听清楚啊？转调这里还有没有同学不明白啊？然后只是可能一上手我们需要的就变成摇指，因为这情绪等于是整个旋律的最高潮部分了，所以我们得推技巧哈，拉哆哆哆哆，这个就是在于用我们的手去按的时候，那它就搞不定了，那怎么办呢？就不能变化了。如果在这个在你已经按出来这根琴弦上还要去做变化的话，那太难了啊，那就是这个容特别容易翻车，所以我们这一句变成拉哆哆。拉哆哆摔，那个哆就不上滑了，听到了吗？拉哆哆摔摔摔的摔的单音就行了，高音摔啊，把哆的上滑音直接变成摔的单音就行了。然后刮奏的时候，注意你刮奏的时候，你的这个哆就已经按好了，你别，这就很奇怪啊。因为我得去提前按好刀，二别放，拉哆刚好用到了，拉哆来嗦咪软，长音可以颤哆，二注意一定要稳啊，哆二三四，高八度重新继续反复。
是弹单音 so so mi re do， 二 do re so， 摇指，不用高八度啊，你不要颤啊，你不要颤，你把那个音稳住就可以了。听清楚了吗？这就是转调啊。所以昨天有的同学在问啊，老师这个里头有后面有转这调啊，他后面他再转什么调，他转这调就是最简单，就别转别的调啊，别转别的调啊，清楚了吗？好，我们最后啊再给大家示范一遍，然后我随后我的抖音还有我的那个这边我都会发那个示范的视频，所以大家可以多多关注啊。从头最后一遍，能听清古筝吗？结束啦。